并且人将要惧怕，以极大的困惑，他们的心将失败 fail， their heart will be fail， 心将失败就是说，失败的意思就是他，他的心会极度的忧伤，忧伤了，极度的失败，使他们失败的意思 ，to fail them， their heart will fail them。所以他们会觉得失败啊，失败了，沮丧了，就沮丧。一个大战斗将现在将临到一切的百姓，一切的百姓 ，a great tremble， 一个大战斗会临到所有的百姓。主的恐怖是近的，他将快速地进入。而你们将无法知道何时他会进来，阿们的，什么时候进来，你没办法预测。你想，现在都在预测什么大地震什么的，都在预测，但是没有人确切的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进来了。预测可以说，大约要发生什么什么大地震了，大约了，但是什么时候要进来，你不知道，上帝说的嘛。他是临到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，没有警告，有没有？哇，太明显了！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，没有警告，毫无预警。因为我已经导致地球变成了怒气哦，地球本就发怒哦，就地球本身就会发怒，因为上帝使他发怒。看来地球的深度。因为我的逼近颤抖着，连地球都颤抖啊，你还不颤抖啊？地球的深度颤抖啊，而很快这个星球将愤怒哦，很快，2011年嘛，2月22号嘛，2011年说的嘛，现在20，你看几年而已哦，他将愤怒反对你们。欺骗的世代，他将吞噬又消耗这个世代，冲刷着一切人所已经造成的这地球。阿们，这是人已经造成了这个地球一片混乱，耶和华的原子，耶和华的伊甸园现在已经一塌糊涂，圣经不说谎。阿们，而且我的先知们说话，然而这百姓拒绝来听了。又再一次的提到先知们，你有在听吗？拒绝吗？你转到这个频道，然后听两下就打起哈欠来要开始要打瞌睡，然后就扭到别的频道去，看其他频道更好看的。我都不听哦，然后不，这百姓拒绝我，他们不会听，甚至我的百姓不相信，而他们信心一点也不被要求，他的信心呢，他们的信心呢，一点也没有被要求，就他们的心没有要求他们的心，他们的信心应该被他们这些他们的自己嘛，要求他们要坚固信心嘛，而他们不要求了，不要求他的信心了。因为我的旨意已定了，绝不能被转为的。我话的真理站立，我说话穿越历代，并且回音经过永恒，上帝说话的回音 echo 经过永恒，因为我是主耶和华，我是大能的上帝 El Shaddai，大能的上帝 El Shaddai。 我们上次有提到上帝很多的名称嘛，你，耶和华有没有？上次我们说的是什么？这个是大能的上帝 El Shaddai。上帝上次我们说的是耶和华 Tzavaot 是万军的主嘛，耶和华嘛，万军之主，耶和华是万军之主嘛。现在说 El Shaddai， 他是大能的。
并且我将确实的施行一切我所已经说的。阿们。上帝已经说的要确实的成就，我不会停止，也不松懈，我也不从我所定义的转回啊。人的国度怎么样？必须使人的国度必须死亡死后、哦、并且人的邪恶必须被毁灭，一切必须被清除被扫除。阿们。地球上的百姓，你们已经恨恶生命了，你们已经污染了我的花园了。所以地球上的百姓恨恶生命了，他们不爱生命，并且污染我的花园。你们啊、哦，患病又糟透了的世代，这个世代是什么？是患病生病并且糟糕透了。就上帝的话，患病又糟透了的世代，这是最后一个世代嘛？你们已经毁了这原子了，你把上帝的伊甸园毁了嘛？所以我要来洁净，又要来清除啊！所以上帝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要洁净又清除。哦，上次也讲到恢复嘛。我下来了，我的脸很近了，你们岂没有感到我逼近的热呢？哦，傲慢又虚空的百姓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感到上帝逼近的热？你们保持着没有一点知识，只有贪婪跟邪恶，邪恶接着邪恶，在你们眼前经过没有止息啊、哦！很明显的，邪恶接着邪恶了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在上帝的面前没有止息啊、哦！哦。你们怎么会爱这个呢？怎么会爱邪恶呢？啊，没有，怎么会爱这些啊罪恶的事情呢？啊，死了的世代，你们的心是石头啊！日复一日，你们建造起愤怒，满意的器皿，日复一日，身体堆积成堆，身体堆积成堆。哦，这身体。日复一日还卫生的被杀戮。哦，这个讲到卫生，所以现在刚他前面所说的身体堆积成堆，就是所谓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哦婴儿嘛，被堕胎了嘛。这在上帝的眼中真的是自大恶极啊、哦、啊，你是傻傻的，他立一个法，你说啊、哎、合法嘛，他使他合法，他就使他合法而已啊。他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对啊，签一下，合法而已啊。但是是谁做这个杀戮的事情？是你嘛？好、哦，你他，所以他就是很聪明喽、哦。啊，签个法令，哎，他说我没有杀人哦，这你们杀的哦，哦，你傻傻的，你憨憨的。